老公天生带小孩，妈妈在旁吓个半死。男人可怕的地方就在泡奶，就是怎么比较勾勾的？他就想说，感觉他这一餐很饿，所以我奶粉就多加了几次。我就说不可以。玩水通常爸爸都会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。后来妈妈因为想要上个厕所，两岁不到的小孩在水里面，安内病嘞。很厉害，我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比尔怎么会这么天真呢？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